炫斗之王角色出招教学。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的是琉璃。琉璃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妙龄少女，活泼可爱的她会把喜怒哀乐均会表现在脸上，同时她还是正宗的通灵术传人，她拥有一双可以看见恶灵的阴阳眼。琉璃为了追查恶灵而来到了炫斗之王大会，她将会运用其特殊的武术复灵式、善幽诀、通神令，让人们见识到除灵一族的重量。特殊技介绍：星渊，通用型特殊技，向前方划出一道符咒进行攻击，无特殊效果，会向前移动一个身位，一般用于连招。凝毅，分歧型特殊技，向前上方短距离发出符咒攻击，可用于连招。由于攻击距离较近，只能连接在轻攻击之后，也可以在善幽诀招式之后使用，作为连招终结。必杀技介绍：复灵式镇鬼符，半成符咒飞行道具，飞行距离有限，出招速度非常快，收招较慢，收招过程会向前迈出一步，击中地面对手，对手不会倒地。复灵式仙灵符，需要蓄力的符咒飞行道具，按住重拳可蓄力，蓄力过程在手中积攒能量，积攒一段时间后自动释放出穿越全屏的符咒飞行道具，击中对手后由倒地判定。蓄力过程可以松开重拳取消蓄力，取消之后不会释放后续飞行道具，蓄力过程中能量可以击中对手，击中对手后将浮空翻边或空中击中对手可继续追击。善幽诀E，指令投必杀技，伤害较低，但命中对手后会封印对手必杀技两秒，可以用特殊技凝毅终结，用凝毅终结可造成较高伤害，但是封印效果将被取消。善幽诀鸣，指令投必杀技，伤害较低，命中对手后，对手在接下来四秒内攻击力将会下降一半，可以用特殊技凝毅终结，伤害一般，并且不会取消效果。善幽诀策，指令投必杀技，伤害较低，命中对手后，对手在接下来五秒内无法获得能量，可以用特殊技凝毅终结，伤害一般，并且不会取消效果。善幽诀玄，为指令投，防御型必杀技，做出指令投的动作，但不会攻击对手，全程无敌，可以躲避对手的攻击，在动作结束前自己也无法打断该动作。通神令碎心令，连打必杀技，使用后琉璃自动使用符咒武术连续攻击，新版伤害低，攻击三次，最后一次击中对手，对手将弹墙浮空，可以继续追击。重版攻击五次，伤害较高，并且第三次攻击可破对手蹲防。通神令沉心念，原地不动的腾空升龙技，拥有良好的反压和防空性能，但空发破绽较大，轻版出招收招都快，但伤害较低，重版出招收招较慢，但攻击次数多一下，伤害较高，并且攻击带有闪电。通神令萤火劫，在前方施法大符咒，可以反弹对手的飞行道具，击中对手后将浮空，并且可以后续派生出萤火劫破。萤火劫破，通神令萤火劫的派生招式，突破通神令萤火劫的符咒，向前突袭，击中对手后将浮空，可继续追击。超必杀介绍：通神令长庚印月，向前冲刺连打超必杀，击中对手后会自动对对手进行连续打击，轻版出招收招较快，但冲刺距离较短，伤害较低，重版则冲刺距离较远，伤害较高，但是出招收招较慢。 MAX 通神令长庚印月， MAX 版本击中后使用强大的符咒冲击攻击对手，伤害非常可观。武灵式真龙，向前方投掷真龙符咒，符咒飞行一段距离或者碰到对手后爆炸，
星盘飞行距离短，重盘飞行距离远。 MAX 富林氏真龙 MAX 盘盘伤害更高，爆炸范围更大。奥义散幽诀九伤，指令投奥义给对手造成较低伤害，并且对其造成招式封印，攻击力降低一半，无法获取能量的效果，该状态持续八秒。接下来就让我们观看一下相关的连续展示。